请个家长怎么就这么难呢？徐德，你居然把教学楼砸成这样了！上课。觉得你阿父，我上课吃东西，快请家长吧。我老爸出差了，就请我老妈来吧。哼，我就不信这样见不到我老妈。觉得你简直太优秀了，居然知道提前预习这节烹饪课。没错，这节课我就是要教大家如何煮火锅啊！大家都要向觉得学习，懂得提前预习，大家都知道了吗？这也行啊！既然吃东西不行，那我就乱扔垃圾。杰德，这是你干的吗？是我干的，我乱扔垃圾，快点罚我请家长吧。我怎么会罚你呢？还是多亏了你把垃圾都分类好了，我要评你为劳动之星。请个家长怎么就这么难呢？杰德，你居然把教学楼砸成这样了。对不起奥父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奥父，是我破坏公物，快点惩罚我，让我请家长吧。我怎么会惩罚你呢？我失踪了多年的黄金大脚原来被藏在了这里。啊，这也行啊。太感谢你了杰德，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神，我要找光之国最好的媒体来报道这件事儿。啊，为了见一面我的母亲怎么就这么难。我是最强奥特曼。抱歉，我要猜试。你有武器吗？明明就你有啊。哎，不赖，出来吧，我的儿子们。就你有，达贡、希特拉姆、卡尔米拉，出来吧。有点东西，你也不赖，但是我有他们，出来吧。泰罗、泰迦，大声，我的家人们都很强，你赶紧投降吧。哦，你怎么知道我没有？黑暗托利加，出来吧。什么？今天就是你们的末日。跟我斗，是与大圣。好强，哼，还不点赞。爸爸，什么？你们今天都想认我当爸爸？没错，我奥父的女儿可不是好当的。我们来做个游戏 PK。 爸爸，是什么游戏？看图猜怪兽，谁猜的怪兽最多最准确，谁就是我的闺女。对于我迪迦娘来说，这会是问题吗？被我泰罗娘打败的怪兽不计其数，看图猜怪兽那都是小意思。我小美也会吃素的，来吧奥特之父。好，游戏开始。第一题，这是什么怪兽？这是加拉特龙，初次登场于欧布奥特曼，是来自行星科西亚的龙形的机械体。不错。第二题，这是什么怪兽？这不就是德斯特鲁多斯吗？由奥特人造机甲赛罗吸收贝利亚勋章，沉睡在世界各地的怪兽以及大量的怪兽勋章变化而来，赛维部落称之为死亡与破坏之王。正确。第三题，这是什么怪兽？这个三二，这是宇宙恐龙杰顿，它是欧布奥特曼打败的。可以啊。最后一题，人类梦比优斯娘，你可要把握机会了，这是什么怪兽？是梅尔巴。这是超哥布。泰罗娘，你仔细看，这就是梅尔巴怪兽。迪迦娘，这很明显是超哥布啊。切，你们两个还最牛奥特曼呢，连个怪兽都分不清楚，这明明就是格尔赞怪兽。迪迦娘，格尔赞还是被你打败逃到山里去的怪兽，你忘了？我这就是梅尔巴。奥特之父，我才是你真正的大闺女。爸爸，这是格尔赞。迪迦娘说错了。我这是梅尔巴。格尔赞。梅尔巴。格尔赞。梅尔巴。我的头都晕了，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怪兽吗？评论告诉我吧。哈哈，第一次考满分，拿回去给赛文老爸看看。啊，我的满分试卷，这可怎么办呀？小伙子，你哭什么呢？我的满分试卷被风刮进水里了，这下要挨打了。小事儿。哇，小伙子，你掉的是这个金试卷呀，还是这个满分试卷啊？我掉的是这个满分试卷。小伙子很诚实，这金试卷和满分试卷都给你了。真的吗？谢谢谢谢。还有这种好事儿，我也去试试。那你掉的是这把金色等离子火花枪吗？
不是，我掉的是一把铁等离子火花圈。老婆，没错了。原来就是你，你这家伙那斧头咋的我？你看配多少吧。奥姆猎杀时刻。啊，造孽呀、啊！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问号？什么人？黑暗扎奇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就是奥父的人类儿子，今天我就要借你的力量用一用了。正义的奥特曼们，这下可你们怎么收场？给我上！佩卢大人，城市中心出现大波僵尸军团，正在大肆破坏城市，我们快去看看吧。加速，加速！你再不住手，我就要动用武力。哼，大圣。你怎么了？他这是被黑暗力量控制了。卡米拉，我有办法反击。向日葵变身，豌豆射手变身，金果人变身。这怎么回事？没事的，我会帮助你们好好调查这背后的真相。哼，还想调查我？想看我的反击吗？那就给我点赞吧。哎呀，这不是奥特之父的人类儿子吗？进来的，换上哥斯拉套装。啊，我没有啊，连个哥斯拉套装都没有。提了提了。哼，玩个游戏而已，反派就是反派，格局小了。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特种兵。好了，兄弟们，换上哥斯拉套装吧，开始乱杀吧。卡通高卡技能之身，继续找，一个不留。哥斯拉套装也太残暴了吧。不行，我得想个办法才行。哎，我不用害怕，我可以帮你对付他们。什么？金刚？不，我是隔壁的泰山，今天我就帮你好好教训教训他们。哟，你敢来找我们？有何不敢？金刚炮装啊，给我上。嘻嘻，大家知道金刚为什么会帮助我吗？赛龙，你为什么要伤害格力乔？宗队长，格力乔可是我的最爱，我怎么会伤害他？那天的目击证人都说是你干的。那天我准备找格力乔玩，就发现赛罗。我去救格力乔，就发现赛罗慌慌张张的跑了。可那天我明明在地球打怪啊，难道是黑暗赛罗？黑暗赛罗也是你，今天你就要为伤害奥特曼付出代价。你就是黑暗赛罗，不错，一人做事一人当。格力乔就是我打伤的，看招！不是我小瞧你，我可不是你随便能应付的男奥。哈哈哈哈！我才是整个奥特曼星球最强的男奥，终于等到你了，黑暗赛罗！以后这个星球只有我，没有你，兄弟们。给我力量吧，受死吧！啊哈！你们知道我的最强形态是谁吗？下方评论。